行嘞，请坐。哦，各位学员，大家平安，大家好。实在，佫一届真欢喜吼，会当来甲咱大家吼分享着讲咱要教的歌曲吼，啊，甲咱即个台湾民政府的关系吼。伫遮要开始进行，可能爱甲大家提出问题，大家来思考吼。伫前几日，我捌去参加着我囡仔的音乐会。伊是一个国小参加音乐会，但是我看到迄一年、二年、三年，因咧唱的歌，我听了感觉讲一种忧心吼，感觉讲奇怪，因学校音乐课一礼拜是两节，啊，两节课内底拄啊要音乐比赛时阵，我讲学校毋免讲一定爱唱真好听的歌，但是即个歌名、歌曲，甚至歌词的内容，你是毋是爱去甲思考一下？结果，这三年级的囡仔怎啊规定去台顶唱一首歌？我第一界听到叫做《酒醉》。啊，我感觉讲奇怪，这《酒醉》甲三年的学生囡仔有啥物关系？吼、哦，啊，歌词内容，我感觉讲听了去。佫敢若真有意思呢。伊讲吼，你若拄着真侪无拄好的代志吼，啊，着甲啉好酒醉，吼、哦，啊，逐项拢袂记哩。啊，若拄着哦，伊个歌词内底佫一首曲吼，佫讲，七搭对人走，啊嘛爱甲啉好酒醉。我讲奇怪，这音乐课哪会教即种的？甚至连即个物件到底是甚物货，咱拢毋知去甲思考过无？可能你拢毋捌去甲想过，因过我看迄阵囡仔伫遐唱，即哦，因唱啊足好听，逐个拢甲鼓掌的时阵，咱会当即个家长，我一个一个去甲伊讲讲，恁囡仔若拄着即种的人生观，你敢袂感觉安尼是好啊歹？恁囝若甲你讲妈妈，啊若读册读无好，考了无好，啊着甲啉好酒醉，安尼毋是真好势吼？安尼真好，敢袂当安尼？有真侪家长讲啊，这音乐吼、哦、是囡仔趣味就好啦，毋免去想遮济啦。所以济济人拢会开始叫是讲，我是哪拢会去挑剔迄个物件，讲啊你若遐结棍吼，家己去拣一寡迄个物件出来，啊在遐大家则无拄好。但是毋是讲我开始去紧张，因为我感受着讲伫流氓政府甲咱教育个内底。我捌一个代志想真久，想足久的，就是啥物货？阮隔壁常常咧做田的时阵，有一个阿伯，迄敢若是中国人，迄大概伊拢无啥晓讲台语，但是伊一句话学了真好，伊拢真敖顶伊的本事，本讲哦，我真敖真勇真厉害。有一回伊去田的倒来，啊，拄啊落大雨，啊，迄年吼，敢若是大家拢咧夹七包。啊，七包毋知影哪拿，我嘛毋知，因为我记那尔。我听了足奇怪。进前一天，伊甲我讲，遐七包吼，哇，拿袂了。啊，毋过过长工了后，伊来甲我讲一句啥？等天黑的时候，伊讲，我一个人哦，我一个人啊，实在就全部把那个米，我工作全部做完了，多厉害！啊！伊讲到一半，伊佫用一句台语、台湾话吼。伊拢讲华语啊，但是伊会讲一句，哦，迄句话是我听了，我想几多年是安怎？逐项拢讲华语，啊，佮我出一句讲，但是啊，我那个蓝帕电的呀，我全部把它搬回来。啊，我是还想讲奇怪，他的那个东西啥电的啊，都会使全部搬回来。吼、哦，我嘛开始想这个代志，奇怪，艰苦就艰苦，你真艰苦，真郁卒都无要紧，但是为什么要把那个东西带呢？啊，然后就可以搬回来，敢讲迄带呢啊，互伊有力量，会使扛遐切啊转来。啊，佫过过偌久，伊佫开始一直咧讲到伊生活真艰苦，真安怎真安怎的时阵，我怎去甲提醒？我讲
上一回哈、哦，你不是说你那个东西个呆呢哈，哎，可以解决呢？啊，你这次怎么不要？啊，不要个呆呢，就好啊！啊，就使个牙骨也飞转来，闲啊不爱。啊，伊转牙骨，咱要甲他讲。我感觉讲奇怪，我想这个问题想足久足久，干那是讲呆迄个物件是安那，甲咱生活艰苦有啥物问题，有啥物牵连？哦，啊，直到大汉才知讲，啊，原来迄个是拢，因咧讲，吼、哦，迄种的话，渐渐体会到，到即阵，咱才感受讲，咱感觉去教育咱的囡仔，有一个啥物件，一个叫做国啊，吼、哦，像咱第一首吼、哦，我唔把咱大家会当将这个歌声吼、哦，来个唱给，你的囡仔听嘛好，叫做《福尔摩沙颂》。好、哦，《福尔摩沙颂》内底，伊咧介绍的歌曲是咧讲到台湾遮尼水，恁敢有去看？恁敢捌去甲欣赏过？哈、哦，伫即、這个，好、哦，《福尔摩沙》咱的梦，咱的爱。伊即个《福尔摩沙》，伊是代表讲是一个美丽之岛，好、哦，毋是代表台湾，是代表美丽之岛，亲像阿母咧叫咱的叫阮的名共款。我相信，伫咱每一个人的名当中，是父母的中间是上水，所以这个台湾福尔摩沙是真水的物件，你敢捌去甲看过？你敢捌去甲叫过？所以往往有真侪人咧甲咱讲讲，哎，讲台语就是无水准，这是咱国小迄时阵咧甲咱教育。但是我感受到，真正咱的歌内底有真侪首吼，拢总是真水吼，咱拢唔爱去看过讲。哦，你敢知影感受讲，这个阿母咧叫阮叫阮的名的时阵，迄种的感情是偌深？好、哦，可能你唔捌去度过，也毋过当有一日，你会感受到讲，哎、欸，啊，这个话较侪回吼，有当时啊，妈妈已经检查是过用去，但是伊会感受讲，哇，真久拢无人亲像阿母咧叫伊的名。咱的台湾嘛，相像同款哈。来，咱来试看麦哈。咱唔知捌听过无？哦，有，就是歌词哈，就有歌词的哈。这個，安尼我看哈，来，咱大家捌听过、捌唱过哈，请你会当甲唱出来哈。诶、欸，来，我先弹这个曲哈。好来，我用安尼吼，啊，咱大家唱一个看麦吼。来，伊这首歌的旋律安尼有熟哇吼，伊这就是好来，我唱一遍看嘛吼，来，咱大家已经同齐来试看嘛吼。对啦吼，我梦想咱的梦，咱的爱，亲像阿母叫阮的名。摇啊摇啊摇，笑啊笑，
永远抱着美丽梦。来，第二十来，嘿，来，应该，阮的名，阮，就是我们的意思啦，嘿，叫阮的名吼，迄个阮的名，安尼，吼，啊个，吼，亲像阿母咧叫阮的名。啊，迄、那个，安尼唔知倒一字，好，有听到迄个无？吼，来，把咱过一届，吼，来，从头，吼，咱这歌词每一段每一段的意思，吼，虽然伊是一个真简单，啊，毋过吼，我感觉讲，你愈甲唱的时阵，伊迄个感情伫内底，吼，绝对是袂像讲，迄种听了你就袂记哩，听了你会感觉讲，面对你的人生观的时阵，人生观你看要安那去。好，唔绝对唔是讲啊，甲啉啊酒醉就好。好，来，咱来试看，好来，预备，来。父母山，咱的梦，咱的爱，亲像阿母叫阮的名，摇啊摇啊摇，笑啊笑。永远抱着美丽梦，来第三来，父母山，咱的梦，咱的爱，有咱做先老过关，摇啊摇啊摇，笑啊笑。永远抱着美丽梦，父母山，咱的梦，咱的爱，无怨无悔来期待，摇啊摇啊摇，笑啊笑。永远抱着咱的梦，摇啊摇啊摇，笑啊笑。永远抱着咱的梦。哇，真好吼！我相信咱大家拢有家己的梦吼，所以伫遮。这首歌伫顶年有去日本的时阵，虽然因遐人唔知影咱咧唱啥物货，也毋过当有一位老师傅吼，伊用即个原文甲翻译做日语，啊唱了，迄一个东京都议员吼，啊当场都啊流目屎出来，伊讲这首歌的感情，恁甲土地的迄个结合是遐尼啊深，毋是讲今仔日。安尼唱唱的，啊，就刷去。相信你会看到你囡仔足侪足侪开始，伊所他卡所对物件是虾米？我感觉这是咱政府，吼、哦，因讲是流氓政府，伫咱社会真不幸生伫遮，伊甲咱做这个拜金的教育。常常我看到讲这个物拜金的教育，实在是听到会真遗憾吼、哦，真遗憾讲。你到底是要把囡仔教育到什么程度？你要教育给伊什么物件？所以你若看电视剧甲拍开，我看到这个剧叫做《父与子》，啊，无就看嘞，啊，较早叫做《爱》，啊，好个名，啊，无就《意难忘》。我看到闽西也是特种咧演的戏吼，尤其迄个《爱》吼，我是足少咧看《父与子》这种物件，我感觉愈看吼，看来看去，我感觉讲。奇怪，以前那拢咧做吼，那咪车去互车弄掉，啊无就做外遇，尤其这外遇佫特别复杂。这外遇吼，安尼外遇佫外遇，外遇中的外遇佫外遇回来，哦，我三月将来要拄着的外遇。但是伫遮你看，迄囡仔伊学习的是啥？伊感觉这真正常。所以你看了后，这种剧，也是讲这种歌词，这种物件，互你听久。你的心情可能渐渐会感受到讲，哎，这可能无要紧啦，这反正吼，安尼过去就好。伫顶一阵啊，我拄啊去伫
一间学校的校友会吼，啊，我听看者，我感觉是足，唔知要安怎讲的迄种艰苦。校友会一开始召集的时阵，怎甲咱讲一句讲，来，恁今仔日有一个真重要的任务要创啥？要开始去中国迄边招因遐学生，互中迄个中学生会当来咱遮读册。拜托个，你敢知影讲，咱若要考入去台中的学校是爱安那拼死拼命啊，拼几步的补习吼？结果伊安尼去边安尼手握咧就会使来。啊，我甲问讲，啊是安怎？那会使？伊那会使？安尼过就过使来读咱学校？伊讲，这就是咱来去甲招因过来读，而且听到的人，你老囡仔今年要几岁，请你会当较紧去报名，唔免钱，嘛免考试。佫补助你一个月，敢若20,000块的款，予你倒遐读册。我相信咱遮子弟台湾的囡仔无即种物件，但是万恶的共匪是安那哪有即种福利？当我佮提出这个方向的时阵，伊叫我讲啊，你会当组团哦，去中国迄边，佮伊招迄边学生过来。我怎佮举手讲，阮囡仔吼，特别今年考基础，啊无安尼来，你先予伊一万吼。啊，一个卖领好领20,000，我也歹势，10,000就好，安尼好不？所以直接我唔是咧甲大家讲笑，这种物件呐，一直落去，一直落去，一直落去，咱会变作什么款？咱的主题是一直去对着迄个无同款的方向，一直撞去。是安那讲？你唔知会担忧这个代志。最近，伫咱这个台湾。各所在开始有一个运作，就是去中国妈祖家乡回来。回来了后，你敢知讲有真侪学生因为安尼请3天的公假，你敢知要创啥？要绕境。每一回佮讲奇怪，你若无来读册，伊讲因为爱练迄个啥做啥物三音三太子吼，我讲迄是哦，电音三太子吼，所以我看讲，奇怪，你练这物件唔免读册，啊开始安尼去对因出巡，啊对因安尼弄来弄去，啊然后性地变甲真歹，常常就是看到因一团甲一团两个相拍，啊无就冤家，啊就开始这边甲这边的。诶，种种足侪无同款的面意见，啊，就开始个弯来弯去。结果，啥物人上欢喜？我相信万恶的穷鬼上欢喜，因为伊讲恁家己拍拍死了了，往我来上拄好。所以，这是予咱看到，你毋知感受到讲，咱是安怎那会变安尼去。所以我真毋茫讲，转去你会当会用一代一代，甲你的厝边隔壁讲，咱有一个梦。这个梦就是要让咱台湾跟咱的关系是爱真建立真深的感情，唔是讲我徛伫遮无我的代志。所以有一个骂声是，我真爱讲到伊，但是这无讲过实在是会几百岁。伊问你讲，你若食无饱要安怎？伊讲食2粒就饱啦。吼，伊讲一粒便当啦，食袂饱要安怎？伊讲啊，无你就食2粒就饱。我讲啊，你唔对，应该吼用幻灯片拍一挂迄、那个，吼、用幻灯片拍一挂美食的图片吼，啊甲拍啊规个营养午餐嘛变办吼，啊就看煮啥甲投影起哩，和大家学生囡仔讲哦，今仔食啥物食啥，啊拢用影片安尼甲投影。你想安尼会饱？全世界两个人讲过讲，若食袂饱，食2粒就会饱。迄个人拢伫中国，拢是中国人，因为伊无去考虑着讲，是安怎那歹食2粒便当，是安怎那歹食3粒，那歹食4粒。我相信咱大家智商拢比较悬，咱拢知答案，干那伊唔知影。好、哦，所以这个歌吼、是唔盲讲，咱若会晓了后，会当一步一步，甲你的隔壁讲。甲你个厝边常常唱，尤其我每一届吼，若咧唱着，看着妈妈咧带囡仔，无意思中间
无意识的中间，就会唱到迄、那个摇啊摇啊摇，烧啊烧，永远抱着咱的梦。吼、哦，迄、那个妈妈拢会甲我看一个讲，你头前迄句是对，我即马对我咧做。啊，毋过咱的梦，我甲呾也毋知要思考对倒，毋知你咧唱啥物意思。所以希望讲，你若后边有你的事实要请用的时阵，会用用咱的梦甲伊讲，讲咱的梦是啥物？咱的梦就是讲，你会当真平安、真健康，啊，伫即块台湾的土地来大汉。好，来，过来，咱来看第二首吼。今仔日即个歌曲交唱，毋是干要去教你也要唱俩，是要将即个歌词你会当放伫你的头壳内底。让你很清楚说咱以前在唱的歌是什么款，你给做比较的。好，咱来看一首《天佑台湾》。好，《天佑台湾》这是第一首里面，我看过这么多歌曲里面第一次这首歌特别不一样，就是说说到一个东西叫做国家。好，他说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岛屿，是我心爱的国家。咱若讲到国家，咱拢毋知读过国民教育吼，迄流亡政府甲咱教育是啥物？会记你每一回你若讲我们的国家在哪里，伊拢甲你讲伫迄边迄边足远的所在，过了海迄边。吼，甚至伫歌词内底，伊甲你讲。长城外边是故乡，你甲想咱倒位台湾有长城，倒位有长城外边是故乡，即句话你毋知要去想讲奇怪，长城外边是故乡是围墙啊伊迄边吗？啊，毋过迄边啦，咱的故乡是咱那着创围墙啊甲围起来，啊是咱迄边咱的故乡咱那袂使转去，所以伫遮开始，咱就已经真清楚讲，伫咱几年前就去用骗讲。那边不是我们的地方，那边是一个共产制度的国家，那边没说道理，但是那边的人有很多人走过来我们这边，跟我们南南做一伙，甚至叫我们要做他的奴隶。所以在这些歌曲里面，这首歌里面有说到说台湾是我心爱的国家，这个答案才是正确。我说咱若徛伫啥物所在，你都爱认同迄个所在。吼、哦，毋是讲徛遮啊，看迄边啊，佮想迄边。安尼是啊，你想规世人，你拢无法度得到答案。来，这首吼、哦，这首捌听过无？慢吼、哦，来，我先唱一个，互你，我唱唱看嘛。好，来，伊是变做。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徛伫太平洋西方，善良单纯坚强的民风，代代伫这里生团。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徛伫天甲地当中，有日甲月有天星来作伴，行过风雨袂孤单。虽然历经风霜，受尽吞打，但是春风吹又强。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我会勇敢站在这。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是我心爱的国家。哦，我相信你，当你每一回
我真爱伫暗时吼，啊若放伊即块录音带，你听着讲台湾是我心爱的国家，诶，迄个时阵，我相信咱的心情拢同款。咱的国家是放倒位，常常连咱家己住倒位，咱都拢唔知影。因为我嘛从教育足久足久吼，一个外国人甲我提醒，因为伊一届要来阮家的时阵，伊甲我问讲：“啊，你们家怎么走？”吼、哦，啊，真侪人因为我拢听惯习，咱拢听有。我若甲你讲，阮家吼真简单，去到阮家你就去迄个火车头前，迄个阮家吼，阮家住伫车头前，安尼。听起来敢若无唔对呢，也毋过吼，迄、那个外国人甲我讲，哦，啊车遐侪台，啊你毋知倒一台呢，吼、哦，啊车头前，啊即只车若驶去高雄，恁兜倒咧搬去高雄，啊即只车若驶去台北，恁兜嘛爱倒咧搬去台北，所以咱听起来敢若讲，哎、欸，即位唔对呢，咱毋是住伫车头前，足危险的，哦，我想想讲，惊死人，我刚讲五六，差不多四。那我今年四十要五十岁吼，安尼可能公车三十几档当中唔对。我人讲讲，人讲啊，恁家住倒，阮家住喺车头前，倒一台车嘛唔知影。啊，迄只车乌白走，恁家对咧乌白搬，吼、哦，啊，佫真危险。所以咱今仔日咧讲咧讲，咱的国家唔是像这种模糊吼、哦，咱的国家唔是咧讲讲啊，就迄、那个，甲中国连做伙吼。哦咱咧介绍咱台湾的时阵，有当时啊，拢会讲什么话？咱是 China， 吼、哦、，China or Taiwan？ 我看一个留学生咧，甲迄个咧，甲咱介绍讲你是倒位来，讲 China or Taiwan？ 哇，听一个都戆去。台湾甲中国这无共款呢，吼、哦，所以伫遐时阵，伫迄边的介绍会内底，因为我听了是真袂惯势。啊，毋过伊感觉讲伊无毋对呢，伊讲我就是中国的台湾，吼、哦，因为太平洋，吼、哦，伊那就讲中国就是亚洲，亚洲就包括在内。啊，毋过迄届伫一个介绍内底，就甲我介绍，我甲讲我住倒位，讲我倒位的人，我讲我是 China of Japan。既然你若讲安尼，就是吼，即、哦、嘛包括在内呢，大家迄日本人。怎着惊起来讲？哎 ，no！ 我讲伫遮是安那，因日本人就是讲，歹势，中国是恁兜，唔是阮家。我讲哦，对啊，刚才那个同学说 China or Taiwan 为什么可以正确？当然，我唔是要讲我是日本人吼，我是要甲凸显迄个问题出来。我若甲你讲哦，这 China or Japan 的时阵，你看日本人会跳起来呢。但是讲到台湾、中国。中国的台湾，咱拢点点，唔对啊！阮家唔是住伫车头前呢，爱弄清楚，阮家是住伫火车站的附近啊，唔是车面迄个头前，我、哦、这都危险啊吼！所以同款，咱台湾唔是伫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爱非常清楚。但是你安尼听久听久了后，你哪去讲介绍无意识中间，你就去互骗去，去安尼惯习去。所以你看电视剧内底有常常拢讲到两字叫做大陆，我讲迄大陆袂用安尼讲，中国甲大咱袂使讲大陆，但是惯习拢会怎讲啊？即大陆安怎？大陆安怎？吼、哦、啊有迄嘛伫街路拄到美国人，吼、哦、迄一个囡仔甲讲啊，你爸爸去哪里？哦，我爸爸在大陆。啊，迄个美国人怎甲问讲？哎、欸，请问一下，你那个大陆哈、哦、是指亚洲大陆还是美洲大陆，还是澳洲大陆？很多个大陆啊，你是哪一个？所以咱回去就是伫遮吼，咱唔盲讲会当斟酌一句一句去甲思考，咱的问题伫倒位哦哈。来，咱来试看，因为咱后边吼、哦、要教迄个日语哈、哦，日语歌曲啊，因为我知影讲日语大家若听唱起来吼、哦。开始啦，教日语，咱怎困了了？吼、哦，大家拢背袂起来。但是，唔是吼、哦，来，咱来听这个台湾天佑台湾吼、哦。来，咱来，你来要唱，你唱看卖无要紧吼。你会当真
放轻松去甲唱，因为吼，我讲到这个音乐会吼，迄是最近我才去参加，我看因迄合唱团咧唱吼，迄囡仔安尼五十几个，比我一个人声较细声，伊佫夹麦克风，根本拢无声，是安怎？因为伊唱迄首叫做啥物酒醉吼，可能拢戆个款，但是我感觉讲因。敢袂当唱哦，较振作个，吼！来，咱来唱这个《天佑台湾》吼，来一起来吼，来，来一边来。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徛伫太平洋西方。善良、单纯、坚强的民风，代代地家的生团。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徛伫天甲地当中。有日甲月，有天星来作伴，行过风雨袂孤单。虽然历尽风霜，受尽吞打，但是春风吹又强。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我会勇敢站在这。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是我心爱的故乡。哈、哦，这个所在哈，咱会当唱了时阵，这段哈，会阁唱一届，因为伊这是反复，啊，再阁一届转来。哈、哦，伊这首歌完整性哈、哦，可能你若对于迄个旋律咧听起来，伊并无真高亢，是甲这个地方哈、哦，是真。高亢，伊咧描述着台湾，虽然受尽遮个吞打，但佫像并无死去，并无讲被吞打了啊就无去。这就是咱台湾人的个性吼，毋是像迄种中国人。我感觉中国人咧讲话吼，拢是一件足奇怪的，迄种想法。有当时我真认真咧思考中国人咧讲的话，啊，变作咱真侪人去甲学。是安那？你捌听过一句讲，讲台语的民族是一个真落伍的族群，是安那来变安尼？因为支那人伊歹甲你教这真水的语言，这是我听过一个中国人走来咱遮甲我讲的。伊讲，所有台湾话，伊要过来进前，拢会甲你教一寡迄种。听起来真无不文雅的话，是安怎？吼、哦，我真爱，因为我古早嘛伫眷村，住介隔壁，啊，常常看到遐人咧讲遐话吼，是爱想到感觉足奇怪。因大概若咧心生气吼，像拄则讲，因若拄着真艰苦，因着啥物货定咧，啊，着通过。吼、哦，但是你知影讲，因若足倒断一个人，伊会安怎？伊会赌啥物货？哦，我实在是歹势讲吼。伊大概若看到这个人，就赌啥物货迄个吼、喔。啊，我大概拢甲看讲，哦，自头到尾，哈，对啦吼，嘿啦，就是迄句话。啊，我大概伫边咧看，伊若讲一句、讲两句、讲三句，我定喺咧想咧讲，因为我迄阵囡仔哦，小朋友拢讲奇怪，这个人看到这个人若倒单，爱就赌一届。啊，即马赌到即阵来，毋就破去啊，啊无。上无嘛受伤，啊无嘛烂去啊！那一直到过即阵，拢无代志。为什么？所以伊迄是
连接不起来的东西哈、哦，啊，一直给咱教育，一直给咱教育。所以咱台湾话有足侪足水，哈、哦，这个足水，亲像我举一个例哈、哦，我记我阿公捌甲讲过讲，台湾话唔是真龙外的语言，因为亲像讲，咱咧讲一个心事，大家拢会了解讲，捌听过吧哈、哦？心事是啥物意思？心事不是说、哦、看到这个人很心事就说、哦、这个人很趣味，不是这样的。这个心事是说心来适合、哦、这个人在我的心里面让我跟我的心、哦、很适合的心事、哦、就是心来心适合的事。所以他说、啊、这个人很心事是代表这个人已经体贴人的心意，不是很趣味、哦哦、这个青菜也不是说、啊、随便翻译起来唔明呢，是请财，请你来财管，叫做请请财，哈、哦、请财。所以伫种种足侪台语真水的话，真尊重的话，拢无去用翻译，拢转去用抹杀了后，开始讲一寡，伊拢讲一寡足低俗的来甲你讲，哈、哦、啊，所以因学了嘛真有够，啊，所以听来听去，听来听去，你会感受讲奇怪，这个物件。那拢讲讲的拢也做袂到吼，啊，我一直骂一直讲安尼，所以每一回咱若咧开始咧怨恨，也是咧艰苦，请咱唔通做以上迄两件代志，因为对身体无帮助，对你嘛无帮助。所以咱即马来看讲，吼，虽然历尽风霜受尽吞打，但是春风吹又起。当即句话，捌有一个。二二八事件了，一个美丽岛事件，因迄时阵在咧游行，我听一个人，伊讲起讲，台湾人的个性是虾米款？你若杀死一个人倒落，会一百个人爬起来；你若一百个人甲杀死过倒落，会一千人爬起来。这就是咱台湾，毋是惊死。台湾人的个性是。一个若死去，会一百个生起来；若一百个死去，一千个生起来；若一千个佫死去，台湾就站起来。啊，毋过是安怎？咱一直无期待着即种愿望，就是因为咱要还袂清醒。我愿望咱若清醒了后，咱会当看到即种意识，相信咱台湾就站起来。好，来，咱来佫唱一届哈。我希望咱大家学会晓家己台湾的真正的歌吼，你会当去学习。好，来。哦，多书，多书，嘿，多书，嘿。好，啊，这应该拢在徛啦吼。春风吹又徛，啊，这生炭，啊，这是太平。但是他唱歌的时候，那个转音太平洋都会变成会转那个音轨，这样应该好，来我们来试看看，来预备，我们大家，因为我知道中午这个时间最爱睡，但是这是唱歌最好的发声最好的方法，这是较早阮老师甲阮讲的吼，伊讲你若咧爱睏，迄阵你若唱歌安尼用这个方式甲唱出来，这個、发音上正确，吼、哦、上大声啊，上介好听。好，咱来试看卖，好来预备，来。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属徛伫太平洋西方。善良单纯坚强的民风，代代地吃的生团。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徛在地家地当中。有日甲月有天星来作伴，
行过风雨袂孤单，虽然历尽风霜受尽吞打，但是春风吹又强。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我会勇敢站在这，台湾是一个美丽都市，是我心爱的国家。虽然历尽风霜受尽吞打，但是春风吹又强。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我会勇敢站在这，台湾是一个美丽都市，是我心爱的国家。哇，真好吼！我希望讲，咱后回这两首歌曲，你会当带回来你的厝，吼，会当用这个。啊，我先讲吼，唔是讲我大概真爱加这歌，唔是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名，那拢就是我本人吼。我甲各位郑重解释一下，唔好误会，这唔是我，吼，是甲我拄啊共名共姓，住共所在。所以刚开始我也不知道的时候，一个人跟我问说，欸，你敢带二水？我说嘿，对咧。啊，你是不是很爱唱歌？说欸，对啊，我在我们教会，哦，唱很久了，我很爱唱。啊，刷咧呢，他又跟我问说，啊，你是不是你开演唱会，哦，啊，那票你就几张给我？我说没咧，我将来这么大汉，也没开过演唱会，有嘛是伫阮兜表演尔吼，迄免门票，你会使入来听我讲，吼。所以呢，这个不是我吼，这个是我才知去甲追查咧，才知讲哦，原来迄住伫阮隔壁啦，住伫平平二水啊，伊住伫迄个文化村啊，阮住伫昌河村，住隔壁庄内底啊，所以。当然，伊甲年岁差十几岁啊，吼，所以伊咧做啥我拢唔知影。啊，所以入麦了才知讲吼，原来同名同姓，住同所在，就是有阮两个，伊拢才安尼才发觉着。吼，所以唔是讲伊个歌词内底吼，是安那会做出，我捌去斟酌甲想过吼，因为迄个故乡迄个所在是一个。古早听讲是二次大战吼，美国飞机上爱拍的所在，迄几个车头互伊扫啊烂烂烂吼。啊，但是咧扫的时阵，有一种情形你可能毋捌看过，就是当一个美国飞机连落，有个人讲啊嗨呀嗨呀，一只飞机拍落。听讲，迄物即个过程的故事吼，有一个人看讲啊，要先美国飞机连来，但是过无偌久，这边的人讲，哦，咱打赢，但是这边讲咱打赢遐个人，伊捌一个疑问，因为有一个伊捌做过副总统，听讲住伫遐，因兜就是安尼才变做副总统。是安怎呢？因为当伊看到美国飞机拍落来时阵，伊讲啊，安尼日本厉害，哦，真厉害。但是当日本宣战讲伊失败了后，伊讲啊，我毋是日本人，我美国过啊，啊，我美国过怎我对这个国民党，伊是听讲阮迄时阵庄头第一个参加，啊，佫一直来招大家爱参加，招大家妇女爱参加，啊，你若不爱参加的人，伊就甲你。唔知甲你通报啊是安怎吼，
所以在二水那个故乡里面有很多人怎么不敢去表达到他的对国家的意识，因为明明这都不是我们打赢，是怎么说我们打赢，是怎么这都不是我们的政府，是怎么说这就是我们的政府。甚至有的人我在那里都听过，他说他的故乡里面只有那个为 外地中国籍的人来到我们台湾，常常引起的冲突非常的大，因为第一项就是村长就换人，村长换人，那个村长的讲话实在是足含慢的含慢，因为迄含慢到啥物程度，迄若讲无两句就要甲人冤家，因为大家听无，听无内底，吼，大家就是讲，因为伊的讲话就那一个腔口，比如讲，伊要甲人通知一个代志，阮遐一个人就是安尼，因为阮迄个庄头本来毋是这个名。伊去甲改做青岛，雄雄讲咱遮个庄头叫做青岛新村，敢有人安尼？啊，咱嘛拢无法度改变，啊，我也无法度。我囡仔出世就讲，哎、欸，那叫做青岛，啊，青岛咪中国迄边一个军港嘛，啊，那会号这个名？伊讲无法度，啊，来就是号安尼。啊，号安尼了后吼，迄、那个船长伊佫无爱甲你叫，你个名无爱甲你叫，你个姓嘛无爱甲你叫。伊就为你门牌一号、二号、三号安尼甲你叫，啊，这样来叫吼，伊若看恁家的人吼，就甲你叫，你若恁家门牌一号，伊就甲你哎，青岛一号过来，就咪情报员讲的，吼，啊，来看到你，啊，来二号，来青岛二号，哎，伊个叫，佫咪叫安尼，伊个青岛一号来，安尼吼，啊，听无啊，大家足奇怪，所以伊一届捌传两个警察，伫遐引起真大轰动，就是啥，伊去共弄门呢。人讲，什么当时讲爱清洁比赛，爱迄村长就将来唔捌有代志做，好无简单拄到一件代志，伊村长会使发威，两个警察去共弄门，啊，迄、那个弄门伊嘛歹共叫名，伊就敲敲敲敲敲，啊，就请大家开门，我带两个警察通知你，讲要死啦，我无安怎来互通知，啊，所以引起安大家介笑骂。啊，妹妹呢？吼，这个警察佫足奇怪，村长佫迄音无同款以外，为着这个代志，大家佫当装出来看。因为村长去讲纠正，讲恁兜迄个电费那袂多，因为较早咱就一户拢爱吊迄个电费，啊，迄个电费爱多。啊，迄个村长咧讲话佫非常含慢，伊毋讲啥，敢若比面顶，啊，佮讲，啊，你这个灯怎么不亮啊？啊，我哪知迄灯是啥物货？吼、哦，然后是灯嘛，啊，伊讲灯，啊，就顶啊，这个灯都不亮啊，怎么不亮啊呢？啊，迄、那个就讲你讲什么我听不懂啊？吼、哦，啊，听无，都迄村长较早拢会讲，要讲劝啊呢吼。迄、哦、警察出来打圆场，厉害。迄警察讲，哎呦，村长啊，这个不叫灯啦、啊，这个叫灯啦、啊。哇，听无，愈解释都愈灰吼。所以在那个情形之下，我有跟这个政治人探讨过吼，伊讲，因为因爸爸是一个医师，伊要讲救人的时阵，伊无咧分你是好人啊歹人，唔是咧分你啥物党啥物党来先问看你啥物党，唔是，受伤的人、破病的人，伊就先救。所以伊才会去意识到讲，因爸爸甲伊讲讲，咱有一个名。吼、哦，福尔摩沙这个名就是因爸爸写的书，啊，这个天佑台湾是伊家己去看到讲，哇，咱将来唔捌有一个心爱的国家，每一届你讲到国家，拢是讲对足遥远足遥远，所以底下我才知讲，原来是因有一个真国家意识，是去用强制武力甲伊压制落来，唔敢出声，相信阮遐嘛足济。都不敢出声的人，根据这久的时间，可能渐渐拢变作认同吧。但过咱无灰心吼，只要咱若一步一步一直搁行落去，我相信真侪人会因为咱等于甲因讲这个消息，咱甲这个代志讲予因听，这个意识一定爱较紧甲咱的厝边隔壁里的囡仔讲，讲搁过几年啊，你若搁无唱。咱的国家就无去啊！吼、哦，这个危机感，
咱的国家囡仔开始唱的方式，就是拢唱酒醉这种歌曲，甚至几年前嘛，人咧唱舞女。你若看舞女的歌词，我相信无人一个愿意做迄种身份吼。咱毋是咧乞笑这个舞女吼，是感觉讲，伊救咱的人生就是吼，当你拄到真郁卒，拄到人生的尽头的时阵，爱安怎？吼，拢甲当作，吼，拢卖甲管遐济人吼，啊，拢甲招来跳舞，啊，甲当作面盲，你敢做会到？吼，舞女的后壁歌词就是安尼，卖管伊啥物人，拢甲招来跳舞，啊，甲当作面盲。姜伟啊，若过来，咱嘛拢甲招来跳舞，啊，甲当作面盲。咱若好袂去，就真惨啊。所以，咱今仔上这个课。是五万会当你常常唱，会当去发起你心内的头壳的思想，会当去改变。来，咱即马吼来进入这个过来的时候，这个歌确实不好唱。啊，毋过吼，你会当看到迄个日本因迄种军歌迄种震撼力吼，迄种强势。当初是日本，我都拍对这个中国过，佮甚至连苏联嘛佮结落吼，佮无输去。因就是靠着因日本的一个昭和魂，即较早我拢听人讲过吼。我感觉阮的长辈，阮阿公因迄代人，每一届若咧讲哦，阮这日本精神就是昭和魂的精神。啊，毋过迄嘛讲起嘛足气路的，迄有当时啊吼，连。门便所啊，关无好，安尼嘛讲迄甲昭和魂啥物关系？我嘛听无，吼、哦，伊讲那阮昭和魂的精神吼、哦，啊都安怎安怎？啊，迄是跟他上厕所吼，迄就是门关无较密安尼，啊就互伊讲安尼。所以这毋是咧讲这过程安怎，是感觉讲因有迄个精神意识，艺术家因的人民会当遮尔啊勇敢。咱来看这个。同期的樱花哈、哦。哎，咱是袂当播放，因为这首歌哈、哦、是真快速。好、哦，咱用背景音，迄、那个旋律咱听看卖哈。Doki no Sakura。由一家开始，好，来，我先大概念一遍吼。Oh, dear.
你可能较咱安尼较捌听过吼，啊，毋过你若甲看伊迄个歌词内容吼，咱是袂当打出那个华语的那个歌词内容，吼，咱听看，咱看伊。伊这个同期的樱花哈，好像是明仔要出征哈，啊，然后底下的惜别，好，伊这大概意思是讲，好，你和我哈，你甲我拢是同期的樱花哈，就是讲这个樱花开去了后，你甲我拢是同这个时期来见面哈，伫同一个航空队的这个。后边庭院内底开花，哈、哦，开花了后，都有花莲去的角落，为着国家，哈、哦，这个真勇敢、真水，来个对，来个雕落哈。第二段是讲，你甲我是同期的烟花，伫同一个航空队内底，后边院内底开花，阮并毋是血肉袂当分离。的同伴为怎样这么意气相投，无法度分离？你甲我是同期的烟花，伫同一个航空队内底开花，抬额头仰望南方暗嘿黄昏的天顶吼，看迄个还未转来的一套飞机。你甲我是同期的烟花。伫同一个航空队内底开花，阮是捌手抓过，怎样袂等到迄天，却先死去掉落嘞？吼、哦，我这个过程吼，拄开始我也唔知影吼，也毋过每一回我看到老一辈人伊咧唱，拢会流目屎出来，因为我捌拄到一个人，这个人伊是日本的特工队。啊，这特工队吼，伊咧讲因较早足侪历史的内底，伊讲着讲，今仔日咱明仔载要去做特工队，因为伫台湾会当做着特工队的人吼，听讲是真少。要过迄个时阵，那遐拄好讲遐侪人拢叫招去做特工，吼，就讲哦，来做空军，当时来做空军，啊，就是唱这首歌。但是因要唔知影讲，因这个特工队甲你训练三个月，明仔载要创啥？有一个人就是安尼，伊讲明仔载要去作战，本来也阁真欢喜，讲哦，我即届若作战，我会真勇敢，使飞机去甲伊拍。问题因的任务唔是安尼，因的任务讲，你若使飞机去哩吼，啊看到迄只船啊，美国的较大只，啊都甲弄落。啊！因拢开始怀疑，讲哎，安尼唔对，安尼弄落，啊，阮是咪先跳走，还是安怎？伊讲无，能力嘛，煞甲弄落。哇！听讲，迄天阴暗，因都要等到天光。吼、哦，我捌的迄个人，啊，怎啊讲？等到天光，啊，等到天光，因开始透大凌晨五点，伫遐啉迄个酒，啊，伫遐来惜别，唱这首就是《同期的樱花》。大家都说、哦、互相，因为说互相说再见，他是说那时大家都说好，大家勇敢、啊、大家互相勉励，因为过来我们等的可能就是、哦、我们就没再见面了、哦、因为还没结果，他像这些人说就还没等到那天、啊、怎么就先没去了，原来他们等的、哦、如果飞机坐去的时候就是要把他弄的、啊、当然这一定会死去，无人讲伊真勇敢啊！啊，毋过台湾即几个人吼、哦，真好运。当因伫遐等，为五点等到六点，等到七点，等到八点，等到讲奇怪，安奈也未要出发，才宣布一件代志，讲因为大日本帝国的飞机已经弄了，即摆无飞机头恁使去弄，啊，所以毋免去啊。哇，因遐听着真欢喜呢，包括这是我家己阿公就是安尼呢。啊，伊咧甲我讲的时阵，我听者我讲，哦，啊那，你那迄阵甲弄咧，阮遮都拢卖，阮遮都拢无啊咧吼。啊，迄阵你过会转来时嘛真拄好，
伊咧讲的时阵，伊讲，哦，迄时阵要等到明仔载，要天光，啊，要迄种心情，唔知要安那去想吼。伊讲迄时阵拢干伊一个人尔，也无家庭啊，较无要紧。啊，有家庭吼，可能会怎困袂去。所以这个冬季的樱花吼，你甲看伊这个花语的解说，你就了解，伊迄时阵作战迄种心情有真艰苦，啊嘛是有真勇敢。严古反观倒来吼，我感觉着看着这个歌词内底，你会当看着咱受遮济教育内底，咱无要去创啥，咱干呐讲，咱用一个物件来甲改变，咱的勇气存偌济钱。咱若讲咱的台湾人的勇气会当用钱来做衡量的话，台湾人的勇气存超500块，因为人啊500块甲你买落去，你怎规厝间怎拨予人拢无要紧。这就是咱选举是安那，会大概选大概输，啊是安那大概，我感受着讲，这首歌曲啊，甲咱即卖目前。你甲做比较落去，是咪？啥物叫做勇敢？咱即摆咧受教育的勇敢，就哪像讲，你手内有武器，你会当真欢喜把面来去乌白人领地，叫做勇敢。目前咱咧讲教育就是安尼。最近你看到咱的多数内底，咱即摆吼，咱的生活当中有济济拢是咧做啥物工课，亚妈做。昨昏在底下讲，听讲过两队做伙，按两队个相拍，足奇怪。每一年若做伙，每一年就相，就是啊，因讲啊奇怪，恁啥那做伙？吼、哦，伊讲啊，伊就敢呛声，啊一个人讲哦，伊就表演甲伤过敖，大拢甲鼓掌，啊一个唔甘愿，就过去，吼、哦，拢是往往拢是安尼。所以你要表现的勇敢，甲这个时阵比较起来。我相信，当伊若拄到这种情形，因可能唔知变哪讲吼，敢若咱就想讲，哇，啊明仔载这个人若去甲弄落去，啊就弄无去啊咧。明仔载一个少年人的意愿，拢总明仔载理想，伫明仔载甲这个烟花同款，拢总要无去。咱拢也毋爱去思考着安尼情形吼。啊，毋过我感觉因这当地的烟花吼。是讲，因今仔日拢会当做伙，原因就是因共一日来死亡。因咧讲的用意是安尼啦，吼。哇，咱即阵人明仔载拢总同齐来死，迄种的壮观，迄种的勇气，就是咧表现这个代志。来，咱即马吼，来，你会当对伊吼，来，咱甲我看迄个日语迄个字吼，咱过来甲唱一解。好，我建议你若不要唱，好，你豆豆啊看，啊豆豆去，好。来，你听，咱能听伊的旋律哈，因为伊这无迄个歌谱哈，所以伊的旋律可能会比较，伊这是用进行曲的方式。来，我先，咱大概哈，伊这就是キサマド。オレとは、哈，時の桜、同じ閉し花谷の庭に咲く。哈，那个学校嘛，哈，啊，这里咲いた花なら、哈，自分の花谷に、哦，看是花谷哦，哈，みこと自立ましょう。昆尼诺他们，哈、哦，这意思哈、哦，就是讲明仔载咱特别为国家来去尽忠哈。哇，我想讲，迄那咱参加的心情哈、哦，可能笑袂出来，哈、哦，可能慢慢唱歌啊，就可能当天一直等啊，等天光啊，就来个弄安尼同款。所以看到这吼、哦，我也想讲，哎，弄落去，伊唔知啥物勇气那弄下落去哈。好，来，啊，咱唱看卖吼，来，咱唱看吼，来。好，旋律那个是嘿。
对，因对对于听看伊这个歌曲吼，因为字安尼好读吼，按过配上音乐的三倒播上听。像日本人安尼来讲吼，咱会当后一首吼，我用介绍就好。我知影讲要唱，我连我家己可能要倒迄个字起来吼，可能冇困难吼，所以较歹势。咱即摆来唱过一首《台湾军》吼，《台湾军》可能这《台湾军》真正咧讲咱台湾啊吧？吼，这是真正咧讲咱台湾台湾的。台下伊有喏，苏拉多奥古，卡达古。好来，咱来听伊迄个旋律哈，恁听迄个旋律看伊。台湾军的歌哈。台湾軍啊，堅守して、
日は香る五十年島の沈めと賢くも神様にまわしし小宮の名残を受けて蓬莱に一座を立てし民並みの守りは我ら台湾軍这就是因为吼，咱讲有这两首吼，咱就是讲，伊来伫后今年的年底吼，十二月份讲有要去日本，啊，因为伊时阵有唱《台湾军》这首歌，吼，咱大家安尼唱吼，所以咱会感受到讲，台湾曾经嘛是捌日本的一个军队，啊嘛是用吼，咱来看迄个伊写伫汉字吼，迄个华语的翻译。好，咱来看华语的迄个翻译吼，你能看讲伊迄个歌词的内容咧写啥物吼？哦，这写的吼，你咱能看吼？好，伊讲太平洋顶天遥远，蓝是日星闪闪是一光，乌条夜色也是岛。波浪冲过赤道线，逆目徛起伫南方，守护有咱台湾军啊！严格防卫的台湾军，历史芬芳五十年，正式作成尽本分，镇守本岛，北北川，苏团四分，蓬莱船。建立武功在南方，守护有咱台湾军啊！严防严守，严防的台湾军，上海事变、武汉战、海南偏岛、南宁本、正桂弹雨哈，庆记加这个山河哈、啊，勇气无比，正人们正。精英出名在南方，守护咱台湾军啊！严防的台湾军，现今激荡黎明旗，兴野钟声响齐起，五亿人民共尊荣，一心顺时建殷勤，精神遥远在南方，守护咱台湾军啊！严防的台湾军，哦，伊这就是可能迄阵咱吼咧做日本的兵啊吼，啊，所以伊一直甲咱教育。你看讲，我有当想一个代志吼，台湾这块土地内底，常常拢互人一个人来甲咱遮，啊，就爱学因迄边的语言，啊，学因迄边的代志，啊，但是吼，啊，若走了就阁走了。哦，那像台湾自古以来，亲像一个，那讲起来像迄种，人咧讲菜店查某，吼、哦，大概就是来遮啊，那食啊，食了就无留住址啊，就走啊，常常拢是安尼。咱若去思考着讲，当阮的长辈吼，甲阮讲，你敢知台湾拢总有互几个国家占领过，政权来个台湾？我讲可能日本甲。迄阵咱阁讲日本了，哦，阮阿嬷就讲吼，迄毋是诶，拢总有八个来个台湾，啊来个台湾弄啥物货，甲咱诶物件抢了了，啊金库掘了，树啊错了，拢是安尼。直到上界严重就是即、這个即卖流氓政府吼，迄明明都毋是因兜，啊毋过占据讲变做因诶。这是咱一直无法度去决策的所在吼，因故我相信伫咱短这期间内底，台湾民政府所要予咱知影的是咱的勇气，咱唔通认为讲咱真小吼，咱真微小，
咱真微小来讲，你若看伫真乌暗的所在，有一趴火细细趴微亮，你若愿意发光，迄、那个所在足，大家拢会看到你。来点起咱的火吼，咱就拢会当照耀到这个乌暗。所以毋盲讲，伫咱回去了后，你会用把你心中这个火甲点起来，毋通去惊讲啊，咱点起来毋知有人看无，毋知会去互迫害无，拢毋免惊。你勇敢个点起来，相信伫乌暗中看到你的人，伊就当看到台湾的希望。吼、哦，这是咱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的重点，拢伫遮。好、哦、好，安尼以上，谢谢。起立。今日休息10分钟。